life is life, that's life. Sing a song of life. Every heart beats a miracle. Feel the rhythm growing day by day as we go. Look inside, your body is humming with a million drums that are drumming. Ooh. Your lungs get ready. Ooh. Celebrating the joy. Here's life,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 Everything is singing. Your life, my life. Living a piece of the melody. Ooh. Smaller, bigger, begins. Wonderful life. Being a part of the whole. Holding hands, we are a chorus. As we follow what's before us. It's harmony that binds us. Song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ake the road to wonder. Your life, my life. Where the wise and the wherefores hide. Join us and discover. Celebrating the joy that's life. Here's life, here's life, that's life.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是人体的血管，这些血管的表面积总共加起来有70万平方公尺，这些血管的总长度约有10万公里这么长，大概是7倍于地球的直径。每天我们的心脏得跳动10万次，以促进血液的循环。血液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如果血浆以毫米立方为一个单位，这里头总共包含着500万个红血球以及70万个吞噬细胞或是白血球。吞噬细胞与白血球是我们血液中的警卫，它们对于那些可疑的细菌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戒。是他们没错，快追！是他们，别跑！哇哦！淋巴球总是会在紧急的时候协助白血球他们。现在本区的情况尚称良好，除了那些忙碌的红血球正在忙着运送氧气之外。快点啊，教授爷爷，你不能走快点吗？小丫头，对长辈怎么能这么没有礼貌呢？实在太过分了。哦，对不起。小胖，你今天看起来怎么这么没有精神呢？你也知道的，当我得运送一大堆二氧化碳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好不起来了。这些工作累得我半死，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怎么会呢？我觉得不难。你看，哎呀，我宁愿背诵氧气，它比较纯净一点。好了啦，大哥，振作一点，反正我们离肺部不远了。骚扰他，我警告你哦，快走开。你给我回来。有时候白血球得牺牲自己以保持血液的畅通。我不知道它是那么危险呢。亲爱的，这是给你一个教训呢，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外来者都是非常危险的。还好咱们的警卫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戒。大家走了，没事了，快走了啊，走了，大家快点离开这里。我
最讨厌在肺部工作了。小胖，你不要急嘛，待会儿我们到了新鲜空气区，你就可以再到氧气了。我又有精神嘞，好棒哦！对于这些工作，我真是烦透了。是啊，每天来回巡逻同一条路线4000次，的确是烦透了。我不一样哎，坐上一整年啊，我都不嫌累耶。对于我们红血球来说呢，一整年可是相当长的时间。不是我浇你冷水，我们红血球的生命要比一整年短多了。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很有意义呀。哇，你好可爱哦！抓到你了！哎，快点离开这里。对不起，警官，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我了。呼叫全体细胞，呼叫全体细胞，糖分短缺，糖分短缺，请立即释出存糖，请立即释出存糖。这是我闯的祸吗？亲爱的，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本区正常的缺糖情况。呼叫全体细胞，请立即准备备用糖分。现在时下的年轻人呢，就是没想到将来，一点组织能力都没有。想当年我们早就盘算好了，真是。呼叫唐僧，呼叫唐僧，请立即释放糖分出来。一道从中枢控制室传出的信号，便传到了储存糖分的细胞处高尔基体。当高尔基体接收到讯号，就会透过细胞壁释出糖分，不久糖分短缺的情形就会消除了。孩子们，要跟你们再见了，我的人生旅程走到尽头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悲伤的，我们的寿命大概只有100多天，不过我们的一生还算是蛮充实的。现在呢，应该是我安息的时候了。哎，老头啊，哎，我看你还是跟咱们一块走算了。来吧，我也要走，还有我呢。不过你们都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啊？就凭我们两个，怎么负担得起全部的工作呢？哎，我们红血球再生是非常快的，每秒钟超过200万个。每秒钟有200万个红血球诞生啊！可是爷爷，我们一定会很想念你的，你不要走嘛。没有你的教诲，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一定会再回来的，我向你们保证。再会了，各位。呼叫血球们，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正在增加之中，请增加呼吸的频率，请赶紧通报临近的细胞。男士们，我想这是你的，不要难过啊，离肺部已经不远了哟。
个事要报告吗？哎，你好。对，像你这种无赖，我看到就有气。偷懒，一天到晚的光会偷懒。哎，怎么回事啊？你的工作是再送气体从身体这里再到那边去。好了，干活吧。是长官。你没看见我背上已经背了很多东西了耶，还要啊？就是吧，我们又不是奴隶。中尉，我看他们得做得快一点才行啊。我看是行不通了，我们先换个方法来试试吧。叫巨噬细胞过来。好极了，看来所有的阻塞都已经消除了，现在将那些红血球赶快通过吧。好了，大家快走吧。糟了，又来找麻烦了。有敌人侵入，有敌人侵入，请立即增援。呼叫各单位，可疑外物侵入，请立即展开侦查。重复一次，立即展开侦查。等一下，这是例行公事，非常的对不起。麻烦请你们出示你们的识别证，这只是为了区分你不是外来的侵入者。侵入的是链球菌，请赶快增援，快！到了，各位停止射击，连敌友都分不清楚。没事吧？谢谢你，我没事。不过今天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只不过是链球菌的例行工作而已啊。现在请派卫生连过来清理，我们的任务已经圆满达成了。好了，各位，没事了，请大家散开。红血球，赶快上路吧。再见了，各位。再见了，上尉。来了呢，看起来有些白血球在与病菌几番征战之后是有些疲惫了，这会儿倒睡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小撮的病毒他们出现了。各位，咱们就会到了啊！是小声一点，别把警卫给吵醒了。这次的突袭终究逃不过一群抗体的法眼，他们立刻向前迎战，希望能减缓病毒侵略的速度。消灭他们，消灭病菌啊！哎，前进啊！就在这个时候，细胞核控制中心一切是显得这么的安静，也许是太安静了点儿。糟
糟了呀！我们遭受攻击了，遭受攻击，糟糕了！哟，我的天哪！这里是抑制病毒蛋白4714号细胞报告，我们正遭受B型感冒病毒的侵袭，立刻通报下去啊！立刻照办了。又是谁呀、啊？这里是4717抑制病毒蛋白报告，我们遭受攻击，请传报。我们马上传报下去啊！4000区段进入一级备战状态，呼叫所有细胞进入一级备战。我们正遭受B型感冒病毒的侵袭，所有抗体守卫军请各就战备位置。警卫请回答，警卫请回答呀，这是紧急事件呐，为什么需要他们的时候老是打不通呢？呼叫警卫。喂喂，请立刻调派巨噬细胞到7号连接区。中尉，那我们呢？我们血小板好像没什么事可做耶。怎么会呢？你们做的工作才重要呢。比方说，刚刚你们就协助使血管畅通了。可是这个也没什么重要的。或许是吧，可是你们会发现，如果没有你们血小板的工作，我们说不定还会打败仗哦。现在再见了。呼叫警卫，警卫请回答呀，为什么每当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就是联络不到你们呢？这里是西中尉，有什么事请吩咐。哎呀，终于联络上了，为什么每次呼叫你们都不在呢？在4715细胞上有滤过性病毒侵入，赶快过去。我是皮特队长，我们这就赶过去了。就是他们，发射！侵占一个细胞以后，就在里面展开繁殖了。没错啊，现在你们还能够袖手旁观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情况有多么严重？中尉，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了。现在携带你的武器装备进入射击区域，只要等我的信号，咱们就可以开始进攻了。08球太空船会从空中掩护你。现在各就各位，等我的命令开始射击，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中尉，至于我们两个留在这里做预备军。现在传个信号到司令部去。好了，弟兄们，多和步兵进攻了，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是长官。长官。上校，我们把敌人辨识过了。他们是B型感冒病毒吗？是的，我们以前曾经跟他们交手过，接种过这种疫苗以后，我们有自信可以对付他们。您放心好了。上尉，我要你好好的干，祝你好运。好了，中尉，我现在要你来保护这些健康的细胞，这是我们防止病毒繁殖的唯一办法了。好的，上尉，我知道了。呼叫抗体军各司令官，请立即下达战斗命令，
各成员立刻进入战备状态，任务是防御细胞，阻挡病毒的侵入。米罗司令官，你的手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这是还说笑，问的什么傻问题吗？你知道我的手下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的好手呢？简直开玩笑。好吧，有你这样说就够了，你也不要吹牛了。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要你立刻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现在派你们过去保卫细胞，你们准备好可以对付敌人了吗？啊，都准备好了。好，那我们就出发。跟我来，大家一起跳啊。加波，那边的情况报告一下。好了，长官，我们现在正跟敌人在交手当中，他们已经停止前进，不过还没投降。什么事啊，中尉？长官，我们的抗体部队吃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繁殖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们非常需要增援。中尉，从现在开始都靠我们自己了。总司令部交代这个任务给我们，我们是不能让他们失望的。毕竟这只是个区域性的战斗，我深信我们一定可以克服的。现在我们要采取的步骤是，立即进行细胞分裂。以及炮火的增援，呼叫所有白血球的地面部队，你们马上执行战略性的撤退，地面还有空中部队进行整编。我是皮特上尉，呼叫全体白血球跟淋巴球，准备执行分裂任务。等我的命令行动，重复一次，准备执行分裂任务，预备，开始分裂。继续待命，执行分裂。好，分裂。哎，你们快过来帮忙啊！快点过来帮忙啊！发射镭射光束，请小心瞄准，别射到我方的人员。损失一个白血球，更不必这么悲伤的。我想我这一局是打得不错的，长官，我想是该我安息的时候了。好了，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现在我觉得我好多了耶。